同一个底盘的一款房车能给你做出五六七八种不同的布局的，估计啊也就只有越界的 Region 的 R6 啊。这款车它是一个四座的版本，各位想知道的朋友听我细细道来，两分钟带你盘完它。首先底盘是来自于福特 T8 的平台，2.3T 的彪马发动机加上 8AT 自动变速箱，最大的功率是128千瓦，峰值扭矩430牛米。那前面呢加了一个定制的牛栏杠啊，还有黄色的小点缀，看起来还是非常好看耐看的。整个车头的部分定制的一个开膜天窗，质感也是得到了提升。底盘是整个黑色的，但是呢贴了一个灰色的膜，所以整个车呢是一个黑灰双拼的颜色啊。作为一个高配的底盘来说的话，原厂的电动中门是必须得给你配上的。头顶上方是一个带氛围灯带的手动遮阳棚。外观的重点啊，我们要说一下后边啊，这是一个轻量化的大背包，你的户外的装备是可以放在里边的。这是户外的爬梯，打开后边的两扇尾门，你会发现啊，从头到尾整个的通透感非常棒。我们来到车上呢，首先看一下驾驶室啊，整个驾驶室给大家做了皮质的双拼的软包，颜色呢是这种莫兰迪色啊，非常的有质感，而且这种浅色调，我个人认为，不管是驾驶还是乘坐长途的时候呢，你并不会感觉到疲惫。来到上装之后啊，我们首先说一下整个车里边是采用了10级的轻质环保板材。再来说到整个的上装的布局，它是一个四座的版本，我觉得这布局相比较于之前的话来说，我觉得它更加的实用了。比如说前面有两个航空座椅，所以我们长途驾驶的时候啊，整个车里边是可以坐四个人的，四个人都有单独的位置可以好好的去乘坐和休息。地板是用了防刮耐磨的这样一个地板，所以后期清洗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。 OK， 我们看一下后边的厨房。厨房系统啊，它的整个的面积不大，要知道它是一个 B 型房车，但是功能很齐全。比如说带翻盖的洗菜池，正常的洗漱啊都在这儿完成就行了。在下方有一个抽拉式的冰箱，冷藏冷冻都可以。我的左手边就是卫生间了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卫生间。说实话它的空间其实是不大的，但是呢好在我们蹲个厕所呀，包括在里边简单的冲一把澡，还也都是可以实现的。在车辆的最尾部呢，就是一个休息睡觉的地方了。大家也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对向的沙发，可以坐四个人，但是要注意开车的时候是不可以坐的啊。中间呢是一个气动升降的桌板，咱们可以把它手动的按压下去，这儿呢就可以拼成一个我们临时休息的区域了。那有人问了，就这么一张床肯定是不够呀，我想要两个人出行的话，那我想要更加舒服的睡眠空间怎么办？ OK， 看一下头顶上方，它是加装了一个升降的电动吊床。那整个降下来之后的话，大家会发现啊，两边是开了盲窗的，腿部的空间得到了延伸，所以这儿睡下两到三个人是完全舒舒服服的。关于这台车的电的方面，大家首先可以看一下这块面板，它是一个集成式的啊，整车都是采用了 TPB 拓宝的电路系统，48伏200安的电池，相当于底盘自带了10度电，头顶上方呢还有500瓦的太阳能板，3000的拓宝的逆变器。同时这台车还带了一个5000瓦的燃油暖风的锅炉，所以在用电方面你是完全不用任何担心的。另外这台车呢，它的清水箱是110升，同时有一个前置的净水装置啊。对于一台 B 型房车，这样的清水箱说实话也基本够用了。如果说您手头上有50多个 W 的预算的话，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越界的 Region R6。